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今日道场同业大众，福愿对相寻，皆由三业庄严行人，因诸苦报相与计之，是众苦之本，宜因勇猛挫而灭之。灭苦之要，唯有忏悔，故今称叹十二敬儿，一不作罪，二能忏悔。大众今日将欲忏悔，当竭其心，整肃其容，内怀惭愧，悲怅于外。其二种心，则无罪不灭。何者二种心？一惭二愧。惭者惭天，愧者愧人。惭者自能忏悔，灭诸怨怼；愧者能教他人，解诸劫福。惭者能作众善，愧者能见随喜。惭者内自羞耻，愧者发怒向人。以是二法，能令行人得无碍乐。相与今日起大惭愧，作大忏悔，至心求哀，四生六道何以故耳？今言一切众生皆是亲缘，或今为父母，或今为师长，乃至今为兄弟姐妹，一切皆然。良由堕无明网，不复相知。既不相知，多起触恼。以触恼故，怨怼无穷。大众今日觉悟此意，至诚恳测，苦切用心，必令一念感十方佛，一拜断除无量怨怼，等一痛切，五体投地，重复皈依世间大慈悲父。南无弥勒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定义佛，南无无量行佛，南无明照佛，南无宝相佛，南无断疑佛，南无善明佛，南无不虚不佛，南无觉悟佛，南无华相佛，南无山主王佛，南无大威德佛，南无遍见佛，南无无量明佛，南无宝天佛，南无注意佛，南无满意佛，南无上赞佛，南无无忧佛，南无无垢佛，南无梵天佛，南无华明佛，南无生差别佛，南无法明佛，南无净见佛，南无德净佛，南无文殊师利菩萨，南无普贤菩萨，南无无边身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仰愿三宝同加摄受，令众等所忏除灭，所悔清净。又愿今日同忏悔者，从今日去乃至菩提，一切怨怼皆得解脱，一切众苦毕尽消灭，皆悉烦恼永得清净，常辞四趣，自在受身，亲视诸佛，念奉尊迹，六度四等无不备行，具四辩才，得佛实力，向好言身，神通无碍，入金刚心，成等正觉。慈悲道场忏法卷第五。四生往返，六道回旋，皆由冤对暗相传，冤障佛哀怜，解释冤牵，万祸纵悠然。南无南圣地菩萨摩诃萨，南无南圣地菩萨摩诃萨，南无南圣地菩萨摩诃萨。初忏：妙相巍巍，立中天之杲日，慈风荡荡，震大地之春雷。洒甘露于尘心，灌醍醐于沙界，有求皆应，无怨不从。如来说无眼之光明，融会作五时之佛事。
上来奉为求禅众等修从慈悲道场忏法金刚第五卷礼诵云州功勋将毕及五德之高流沾五天之妙相燃五分之真香点五方之汇聚祭赞一音花杯五色共撰辽为秦县礼佛孝于魁清坐观诵经殊功义德先生回向佛菩提然后普慈周法界出身疏利奉为求忏众等忏未忏之罪垢及未及之圣因福愿五蕴之云自空五衰之相不现五根五力而具足五盖五脏以消融八名五种之心花持守五支之境界现存眷属悉五福以贤真过去宗亲得五名之成就明末幽沉之累苦轮习而共振菩提愁愁直对之徒冤业解而同生善道略略为文悔过细细业果难除一一养于资流重重求于忏悔梁皇忏五卷功德力愿灭信人忤逆罪清正菩萨难圣地忏文举处罪花杯解了冤忏了罪消灾增福慧龙华三会愿相逢弥勒佛前亲受记南无龙华会菩萨摩诃萨南无龙华会菩萨摩诃萨南无龙华会菩萨摩诃萨梁皇忏五卷已全周回向四恩并三友拜忏众等增福寿愿将法水洗千由南圣地菩萨唯愿哀纳受南无登云路菩萨摩诃萨南无登云路菩萨摩诃萨南无登云路菩萨摩诃萨慈悲道场忏法卷第六春仙蕊百草胜其青插芽点出馨香喷玉幽展内雪花灰赵州公案又重新睡魔王能退几度黄昏阵南无普供养菩萨摩诃萨南无普供养菩萨摩诃萨南无普供养菩萨摩诃萨入忏公文觉皇世家始六年之苦行道果圆成破六欲之天魔神光闪烁菩萨其修于六度为眷属之庄严声闻正果于六通作前后之围绕受记则六合乾坤而震动说法则六时花语以缤纷妙德难思恩光普备愿垂哀悯见此为臣上来奉为求忏众等起见慈悲道场忏法自当第六卷入坛缘起香喷六珠灯燃六天六花飞六合之乾坤六位公六天之干相起手投诚殷勤悔过切念求忏众等因从朗结果感今生随逐六根放逸良由六世攀缘谈六尘之幻化造六趣之轮回往修六念之正因未圆六度之犯行生生之内苦果无穷世世之中妄缘不绝今则心怀悔过一结今尘命六合之大德修六度之忏文凭六时之恳切解六趣之牵由仰叩觉皇明勋加倍大慈大悲悯众生大喜大舍济寒士向好光明以资言众等至心归命礼起运慈悲道场忏法一心归命三世诸佛南无过去毗婆尸佛南无湿气佛南无毗舍浮佛南无拘留孙佛南无拘那含牟尼佛南无迦摄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当来弥勒尊佛慈悲道场忏法
卷第六解元世节第九之余。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先向四生六道忏生恶业。今言有生则苦生，无生则苦灭，而此生者众苦之本，三途俱报皆由生得，未见他作我受，我作他受，自作其因，自受其果。若一夜成，罪无边际，何况终生所起恶业。今为之有我生，不知有他生；为之有我苦，不知有他苦；为之我求安乐，不知他亦求安乐。以愚痴故，其彼我心生怨亲想，所以怨对骗于六道。若不解结于六道中，何时免离？从结至结，岂不痛哉？相与今日，岂有猛心生大惭愧，作大忏悔，必使一念感时方佛，一拜断除无量怨结。等一痛切，五体投地，皈依世间大慈悲父。南无弥勒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月面佛，南无宝灯佛，南无宝相佛，南无少明佛，南无座明佛，南无无量音佛，南无维兰佛，南无狮子身佛，南无明义佛，南无无能胜佛，南无功德品佛，南无月相佛，南无得势佛，南无无边行佛，南无开花佛，南无尽垢佛，南无见一切义佛，南无永力佛，南无富足佛，南无福德佛，南无随时佛，南无广义佛，南无功德尽佛，南无善极灭佛，南无财天佛，南无庆应佛，南无大势至菩萨，南无常精进菩萨，南无无边身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若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愿以佛力、法力、诸菩萨力、一切贤圣力，令四生六道一切众愿同到道场，各个忏谢心念口言，作如是说：众等从无始无明住地以来，至于今日，以生恶业因缘，或于天道、人道起诸怨结，或于阿修罗道、地狱道起诸怨结，或于恶鬼道、畜生道起诸怨结，愿以佛力、法力、诸菩萨力、一切贤圣力，令四生六道三世众愿，若对非对，若轻若重，以今忏悔所忏除灭，所悔清净，三界苦果永不复受，在所深处常值诸佛。又复今日同忏悔者，从无始生死以来，至于今日，以生恶业因缘于恶道中被起怨结，或以嗔恚，或以贪爱，或以愚痴，从三毒根造十恶行，好杀禽兽，断牛羊等，或为田业，或为社宅，或为钱财，更相杀害。有无始以来至于今日，或为利养谬赐众生，或期望作揖征究百姓，如是等罪，愿对无量，今日忏悔，愿起除灭。有无始以来至于今日，或饥饿众生，或夺人粮食，或逼众生嫌苦，或断人水浆，如是种种恶业，愿对今日忏悔，愿起除灭。有无始以来至于今日，或杀害众生，但食其肉，或纵三毒，鞭打众生，或以毒食，四杀众生，如是愿对无量无边，今日忏悔，愿起除灭。又无始以来至于今日，远离名师，勤净恶友，从生三业造种种罪，
似情杀害，枉邀无辜，或发彻皮池，庸色沟渠，恼害水性，诸鱼细虫，或焚烧山野，或射网张罗，水陆众生被加杀害，如是怨怼无量无边，今日忏悔，愿起除灭。又无始以来至于今日，无慈悲心，乖平等行，斗称欺狂，亲临下列，或破他诚意，超略劫夺，或偷盗他财，以自供给，无有诚信，更相杀害，如是怨怼无量无边，今日忏悔，愿起除灭。又无始以来至于今日，无慈悲心，无慈悲行，在六道中于诸众生被加处毒，或鞭打眷属，不以其道，或喜或福，所谢幽闭，或考略策立，刺射伤毁，或斩截残害，波至烧煮，如是怨怼无量无边，今日忏悔，愿起除灭。又无始以来至于今日，身三恶业，口四恶业，意三恶业，四众忤逆，诸余不善，无不被作，自是怜悯，不畏鬼神，唯恐我不胜人，人能胜我，或以华门妄足，凌人傲物，作如是愿，或以多闻是达，凌人傲物，作如是愿，或以篇章记忆，凌人傲物，作如是愿，或以夸豪奢侈，凌人傲物，作如是愿，或以辩口立辞，凌人傲物，作如是愿。如是众愿，或于尊相福田编起，或于和尚舍利编起，或于同住上中下座编起，或于同学眷属编起，或于父母亲戚编起，如是怨怼无量无边，今日忏悔，愿起除灭。又无始以来至于今日，或于天道人道起诸怨结，或于阿修罗道地狱道起诸怨结，或于畜生道恶鬼道乃至十方一切众生边起诸怨结，如是罪恶无量无边，今日忏悔，愿起除灭。众等又无始以来至于今日，或为嫉妒，或为谗取，自求生进，或为名誉，或为利养，随逐邪见，无有惭愧，如是怨结若轻若重，罪因苦果数量多少，唯有诸佛诸大菩萨尽知尽见。诸佛菩萨当慈念我，若我自从无始生死以来所作重罪，若自作叫他作，见作随喜；若三宝物自取叫他取，见取随喜，或有复藏，或不复藏，如诸佛菩萨所知所见罪量多少，因堕地狱恶鬼畜生，及诸恶趣边地下见受怨怼者，今皆忏悔，愿起除灭。诸佛神力不可思议，愿以慈悲心救护一切，受众等今日向四生六道父母师长一切眷属忏悔往罪，解怨释结，愿令六道怨怼个个欢喜，一切舍施无怨亲想，一切无碍犹如虚空，从今日去至于菩提，结习烦恼毕竟断除，三业清净，众愿永尽，天宫宝殿随意往生，四无量心，六波罗蜜常能修行，百福延伸，万善具足，助手嫩言三昧得金刚身，以一念请遍应六道，更相嫉妒，实无疑余，同坐道场成等正觉。今日道场
同业大众，相与以德，忏悔深罪，则深业清净，所于口过，复是一切怨祸之门。故诸佛戒，不得两舌、恶口、妄言、绮语，当知谄取华慈，构善是非，为患不轻，招报时重。福人处事，心怀独念，口施独言，身行独行，以此三事加害众生。众生被毒，集结怨恨，是心欲报，或现世或愿，或终后从心。如是怨结，被拘六道，更相报复，无有穷尽，皆有宿命，非空所得。当知身三口四，识众恶之源。处俗者，不行忠孝，死入泰山，难有汤火之库。出家者，不要佛法，所生之处，常与恶俱。如此怨对，皆资三业。三业之中，口业实重，乃至祸报，被诸处毒，难晓之业，不觉不知。佛法浩瀚无涯，读诵大圣经典，既能开发智慧，更丰富生命。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护持账号19658482，19658482，户名中华印经协会。善用慈悲的能量，遇到怨敌，我们应该要如何面对呢？应该要以慈悲感化怨恨，千万不要因他人生气，我就比他人更生气。以真止真，永无止境。若希求和善与幸福的人生，就先从慈悲做起吧。保有道德行为，才是我们生命的宝藏。充满爱的人生，我们也才会真正的快乐。不管我们的生活是顺境或逆境，只要能够坚持道德与慈爱，我们的人生不管何时何地，都将是充满光明与美满。作为佛教徒，从今日起就应该要开始有所改变。要有什么改变呢？要以慈悲与忍辱克服一切，不能再以暴制暴，以奸制奸。我们要依循真理来做事，以真理来感动他人。只要对他人慈悲，对众生慈悲，当这些众生接近看到我们的时候，就会像是看见自己父母一样的欢喜。因为我们的身心闪烁着慈爱的光芒，所以一切众生都会喜欢、亲近乃至拥护我们。虽然只是简单的施食，但由于是以无私的慈悲来摄持，并且透过诸佛真言咒力的加持，所以对所施的众生而言将有极大的利益。我们也因此施食的善行而圆满许多功德，如富裕、健康、相貌庄严、气力充足，乃至夜梦吉祥、永离恶道等许多功德，而世界也将因我们的慈悲而震动。作为三宝弟子，必须对自己严格，并要有厌离烦恼与轮回的处理心。对待一切众生，就要有一颗真实无畏的慈悲心。观世音菩萨为了利益众生，而实现了不可思议的千手千眼，并以种种善巧方便救度众生。菩萨时时刻刻都是想念着众生的苦，而不舍众生受无量苦。因此，菩萨恒常不离开利益众生的大慈悲心，心心念念都是为了利益众生，帮助众生而游化人间。我们也要学习观世音菩萨的心，尽心尽力地帮助众生，利益有情。佛陀曾经说过，若有人能够真实利益众生、服务众生，就是真正的供养诸佛、
代佛宣化，所以不管我们从事慈善、护身、施食、推广素食等事业，都是在供养十方一切诸佛，唯有帮助苦难的众生离苦得乐，得大解脱，才能够令佛欢喜，圆满诸佛的慈心悲愿。护身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电视